9月4日在武汉发布会上，荣耀正式推出了荣耀 20S 手机。外观方面，荣耀 20S 使用了 6.26 寸面屏 LCD 材质，2340×1080分辨率，屏占比高达 91.7%， 拥有独创的蝶语纹理设计，有蝶语蓝、蝶语白、蝶语黑三种颜色。拍照方面，荣耀 20S 配备了3200万像素前置 AI 镜头，支持千人千面的美颜。得益于超强 AI 算力的人景分离和高感光人像算法， AIS 超级夜景在前置自拍上的搭载，笑脸抓拍等拍照模式。荣耀 20S 后置4800万超清镜头加800万超广角镜头加200万微距 AI 三摄，支持超清、超广以及超近距离摄影，覆盖用户日常使用的大部分拍照场景。配置方面，荣耀 20S 配备了7纳米麒麟810处理器、3750毫安电池，支持20瓦快充，支持 Magic UI 系统、方舟编译器、GPU Turbo 3.0 等一应俱全，还有私人健康营养师和美容师等应用。售价方面，荣耀 20S 6+128GB 版售价1899元， 8GB+128GB 版售价2199元。好了，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，更多有趣高端的资讯就在智能界，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受众测频道免费收听新品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。